母后是个有勇有谋的穿越女，她陪父皇出生入死，替他挡过毒箭，助他登基上位。父皇却在他病重时将他禁足殿内，不许任何人探视，并在母后吐出一口鲜血时当众嘲讽道：“皇后这病装得可真像。”后来坤宁宫走水，他发疯似的逢人就问：“你见到朕的皇后了吗？”我将匕首插进他胸膛，指着金銮殿的那人笑道：“在那呢。”以民间流传帝后恩爱，一生一世一双人，可如今父皇早就背弃诺言，将宠爱给了出身显赫世家的淑贵妃。我使劲攥着衣袖，狠狠地盯着眼前这个雍容华贵的女人。母后在床上轻咳一声，唤着我：“雪华，过来母后身边。”我泄愤似的将衣袖扯下一块攥在手心，一路小跑着扑到床头，乖巧道：“母后。”而臣在淑贵妃笑的人畜无害朝母后说道：“姐姐，雪华如今脾气倒是见长，你身子不好，不如我替你管教雪华如何，也算是多年闺蜜情谊一场。”母后眉毛皱起，不悦道：“别打雪华的主意，不然我不会放过你。”母后如今病重，受不得刺激，我起身想要推淑贵妃出去，可我还没碰到她的身体，她便尖叫一声，惊恐地往后倒去。一道明黄色的身影从外赶来，扶住了淑贵妃，随之而来的是她的怒吼：“李雪华，你在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辩解，父皇便给了我一巴掌，将我扇倒在地。父皇，我什么都没做，是他陷害我。我捂着红肿的脸，气愤地指着靠在父皇怀中柔弱无骨的淑贵妃。父皇冷眼横扫，怒道：“皇后，这便是你亲自教导出来的好公主吗？目无尊长，以下犯上。”二，母后强撑着从床上爬起，将我搂在怀中，轻拍着我的背部安抚我：“雪华莫怕，母后在。”她气得整个身子都在颤抖，满眼失望地看向父皇：“果然帝王最是无情人，你给我滚出去，这辈子别再踏入我这半步。”母后说完这句话，整个人就像完全失去了力气，本就病态的面容更显得苍白。她如今就像一艘摇摇欲坠的小船，只需要一阵稍大的风就能将她击垮。父皇眼里的内疚一闪而过，但很快就换成满眼嫌弃与怒意。他威严的声音在坤宁宫响起：“明月公主德行有失，想来是皇后病重，如今无力教导公主。传令下去，即日起，皇后留在坤宁宫安心养病，病没好，那就不要踏出殿内半步。另外，将明月公主送去淑贵妃那教养。”李景阳，你不能这样，雪华是我的女儿，你不能将她送去别处。母后气急攻心，吐出一口鲜血，她往日温柔的眼眸里，如今尽是怒火。父皇冷哼一声：“皇后这血吐的倒是逼真，朕倒要看看，你要演戏演到什么时候？淑儿与你同是穿越女，她都能接受两女是一夫，你却斤斤计较至今，还将朕拒之殿外，有本事你就将这病装一辈子。”我挡在母后面前大声说道：“母后没有装病，她是真的病了，还病得很重。父皇，母后就要病死了，你不能这么对她。”父皇摇了摇头，失望地看了我一眼：“想不到皇后手段如此下作，竟教这六岁小儿陪你演戏骗人。来人，即刻将明月公主送去梅园居好生看养。”淑贵妃眉眼弯弯，从怀中拿出帕子上前擦去母妃嘴角的血迹，柔声道：“还请姐姐放心，妹妹我定是不会像姐姐那样溺爱孩子，让雪华养成如今这样不懂礼节的。”我冲上前想要推开他们：“滚开，你这恶毒的女人，别碰我母后。”一旁的嬷嬷眼疾手快将我拦下，强行将我拽离坤宁宫。离开前，母后从床上滚落在地晕了过去，父皇惊慌失措地大喊着：“快传太医！”三，淑贵妃怒气冲冲回到了梅园居，她让宫女压着我的身体，逼我跪在地上仰视她。她掐着我的下巴冷哼一声：“不过是个公主，倒也成不了大器，既到了本宫的地盘，那便让本宫教教你什么是尊重长辈。”她用手指恶狠狠地戳着我的脸颊，我稍转头顺势将她的手指含入口中，用力咬了下去。啊，你这个贱人！淑贵妃一巴掌扇在我脸上，一脚将我踢飞，我先撞到柱子，然后再重重地摔在地上。我挣扎着起身，想要跑回坤宁宫找母后，给我捉住她。淑贵妃怒气冲冲命宫女抓住我，有人拽着我的头发，有人扯着我的手臂，还有人一脚踢弯了我的腿。我疼得面目狰狞，咬牙切齿道：“你们放肆！我可是父皇唯一的孩儿，你们竟敢如此对我，改日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宫女闻言面面相觑，他们想放开我，可淑贵妃忽然嗤笑一声，她靠坐在贵妃榻上，抚摸着她的腹部，漫不经心地看着我笑道：“可惜你很快就不是唯一的孩儿了，另外本宫腹中的可是皇子，开心吗？你很快就要有弟弟了。”我盯着他的腹部，恶狠狠地朝他吐了一口口水：“他才不是我的弟弟，我有弟弟，我是真的有弟弟，只是我的弟弟没能出生。”四，母后两年前再次有孕，父皇很高兴，为此在宫中设宴庆祝，还请来了母后爱看的戏班子。可在宴席上来了一群黑衣人，想要刺杀父皇。母后为救父皇，腹部挨了一箭大出血，弟弟不幸夭折，而母后死里逃生捡回一命，却也因此伤了身子，此生恐难有孕。淑贵妃就是这时出现的，她是当朝太傅之女，得知母后郁郁寡欢后便入宫拜访。母后得知淑贵妃是她在异世情同手足的闺蜜时，高兴了许久，却不成想淑贵妃一开始便是有备而来，她时常对父皇嘘寒问暖，时不时表达着对父皇的崇拜。后来她趁着父皇与母后闹矛盾之时，爬上了父皇的龙床。她被封贵妃那日，趾高气扬地来找母妃，她说：“许长乐，在21我与穿越女母后四 FT 十一世纪，你处处强压我一头，可如今在这古代，你将永远比不上我。你爱的男人我要夺走，你的皇后之位最终也会是我的。”母后被气到失态，
当场便让嬷嬷将她赶了出去。也是从那时起，母后的身体开始日渐衰败，宫中人人都在传母后是因为失宠才装病的，他们都不相信母后是真的病了，因为太医们都诊断不出来。可我知道母后从来不会说谎，父皇忘记了母后曾经说过，若父皇以后有了旁人，时空规则便会慢慢抹去母后的记忆，最后抹去母后这人。五，淑贵妃让人将我关进偏殿，房屋紧锁，终日不见阳光，她限制了我的自由，每天对我打骂，给我吃馊饭，逼我学狗叫。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母后了，我很想她。外头的天已经黑了，今天看守我的宫女偷懒去了，我担心母后的身体，偷偷搬来凳子，静悄悄地从窗户爬了出去。可我刚一落地，便被淑贵妃逮了个正着。怎么，母女连心呢？知道你母妃病入膏肓，就要死了。她扯着我的衣领，朝我冷嘲热讽。我拼命挣扎着打她，她这次竟然不恼，她只是笑嘻嘻地说：“知道你担心她，我这就带你去看看。”我不相信这女人会好心带我去看母后，可这确实是去坤宁宫的方向。坤宁宫内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和陶瓷器皿摔碎在地的声音。我加快了脚步冲进坤宁宫，急促地喊道：“母后！”母后挣扎着推开了父皇，她将花瓶砸碎在地，捡起地上的碎片，紧紧握在手心。她惊恐地朝我们大叫：“你们是谁？我怎么会在这？”六，母后，我是雪华呀！我冲上前抱住母后，母后身体僵硬，她原本想推开我，见推不动我，便只好让我抱着。父皇见母后没有推开我，他激动地上前握住母后的手追问：“你不记得朕，总该记得雪华吧？她是你怀胎七月千辛万苦生下的女儿。”母后疑惑地看着我们两个，不解地问道：“正常人不都是十月怀胎？你们两个合伙蒙我吧？”父皇突然有些哽咽，他想起之前母后为他所受过的所有苦，也想起他当年为夺帝位令母后早产生下了不足月的我。母后又接着追问：“假如我真如你所说是皇后，那她身为我的女儿刚刚怎么不在我殿内？”父皇脸色尴尬，支支吾吾不知作何开口。淑贵妃由宫女扶着走上前，她故作关心道：“姐姐，你当真失忆了？”母后在见到她的一瞬间眉眼舒展：“太好了，终于见到熟人了。淑敏，这里是哪个朝代啊？我们是不是赶上穿越了？”母后原本想上前拉着淑贵妃的手，我先她一步紧紧拉住她的手不给她过去。她眉头一皱，不解地看向我：“你这小孩子怎么还扯着我呢？”她伸手想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掰开，却忽然看见我双手伤痕累累，她大声惊呼：“你手怎么这样？她不是说你是中宫嫡出的公主吗？怎么在宫里还有人能欺负你？”她连忙上上下下将我检查了一遍，我的手臂大腿全是青一块紫一块，凡是衣服能遮挡住的地方便没有一块好皮肤。母后眼里一闪而过的心疼令我忍不住加大了拉她手的力气。母后背着他们朝我微笑，不着痕迹地握紧了我的小手，在我手心写下一个字哭。父皇脸色阴沉地盯着淑贵妃沉声道：“我将公主交由你照看，你就是这样给朕照看的。”淑贵妃笑容僵在脸上，她神色慌张急忙解释：“陛下，许是小孩子顽皮，在哪磕着或是碰着了，是臣妾照看失职，还望陛下原谅。”父皇拿着一旁的琉璃盏猛地摔在淑贵妃面前，砰，琉璃盏摔碎在地，四分五裂。淑贵妃吓了一跳，脸色苍白。我松开母后的手，当机立断跪在父皇面前哽咽道：“父皇，儿臣想回母后这儿，儿臣不想再被关在整日昏暗见不到太阳的密室，也不想要学狗叫才能吃上一口馊饭。”气，父皇脸色越来越差，他伸手擦去我眼角的泪水，将我抱在怀里轻声安慰道：“雪华，莫怕，父皇在这便无人敢欺负你。”坤宁宫低沉的气氛混杂着我凄凉的哭喊声。淑贵妃苍白着脸摸着肚子委屈道：“陛下，臣妾并未做过这等事。”许是，父皇怒气冲冲：“许是什么？你想要说这是皇后教他的吗？他近日可是都被你带在身边教养，这全身伤痕累累你敢说是他自己磕出来的？”淑贵妃，亏朕觉得你心地善良。淑贵妃顾不得体面，当即跪在地上垂眸含泪小声哭泣：“陛下，臣妾近日孕吐厉害，便无暇照看雪华。许是底下人借我的名号苛待雪华，带臣妾回了梅园居，定会好好管教那帮不听话的宫女。”她宫中的嬷嬷焦急地带着哭腔喊道：“贵妃娘娘，冬日的地可凉着呢，今日太医可说了，你这身子骨弱，孕吐又剧烈，可长跪不得呀。”父皇脸色沉重，沉默片刻挥了挥手，一旁的公公急忙上前等候吩咐：“传朕旨意，明月公主年幼，自当由皇后亲自抚养。淑贵妃怀有龙子，便安心在梅园居安养。奴才这便传令下去。”淑贵妃在嬷嬷搀扶下起身，她抚摸着腹部，突然一声吃痛：“陛下，臣妾突然肚子疼，莫不是皇儿？”她话音未落，身子不稳倒了下去。父皇脸色一变，将我推向母后，他匆忙间抱起淑贵妃朝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大喊：“快叫温太医！”这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父皇爱的是淑贵妃腹中的皇儿。八，他们走后，坤宁宫很快就变得安静极了。我伸手抱住母后的腿，仰着头小声道：“母后，如果雪华是男儿身，父皇是不是就不会将淑贵妃收入后宫？如果雪华是个皇儿就好了。”母后将我抱起，摸了摸我的头发，语气温柔道：“女子怎么了？女子也完全不输任何人。再说了，我家雪华聪明懂事，母后喜爱得很。”母后，你没失忆了？母后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母后记得关于你的一切，其余人的记忆稍微有点模糊。刚刚母后清楚是淑贵妃私底下折磨你，便顺势将你要回来。她将我放在床上，她也躺在床上喘着粗气。
我紧张地靠在母后身旁，忐忑不安地问道，母后，你是不是快不行了？后面的话我说不出口。看着金碧辉煌的坤宁宫和苍白疲倦的母后，我想也许是这皇宫和我困住了有勇有谋的母后。母后曾经有一次回家的机会，可那时我刚好出现了，母后不舍得打掉我，她再三犹豫，还是为了我选择留了下来。初时帝后恩爱，公主乖巧，一家三口生活极为幸福，可如今不过六年，往日欢喜皆在岁月中化为泡沫。母后，你想回家吗？母后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她将我抱在怀里，语气淡淡道，母后回不去了。我知道母后是想回家的，回到属于她的那个世界。母后曾跟我说过，她原先待的那个世界，女子亦能独挡一片天地，不需要依靠夫家，以夫为天，他们都是翱翔天空的鹰，有着属于自己的广阔无垠的天地。母后其实还有回去的机会，但她不舍得拿我冒险。我记得淑贵妃入宫那年，国师曾有意想送母后回家，可母后拒绝了，她说这个方法从未有人成功过，况且我不愿拿雪华冒险。这件事被父皇知晓后，他一怒之下赐死了国师。国师虽死，但我记得他留下了一本秘籍在宫中，上面记载了有关穿越女回家的方法，我想试一试。就母后睡着了，我想她最近定是操劳极了，她为后的这几年让普通女子也有了读书的机会，开辟了女子入朝为官的先例。她从来不是一心只想着情情爱爱的女子，她想为天下苍生谋福利，开创一个多元的盛世朝代，可想法极好，推行极难，朝堂对此各抒己见，就怕因此记恨母后。在母后伤了身子之时，便迫不及待将淑贵妃推进了后宫之中，想要借此制衡母后。他们想利用淑贵妃离间父皇与母后的感情，从而借父皇之手瓦解母后在朝堂的势力。父皇前日为逼母后低头，已将母后举荐上位的女官们接连贬职，民间兴办的女子学堂最近也接连被查封，母后的病怕是因此加重的吧。十，替母后盖好被子。我靠坐在窗边，看着院外的梅花树发呆，满天的雪花中红梅迎着风霜绽放，一派生机勃勃。我记得那本秘籍就藏在梅花树下，而那梅花树母后喜爱极了，那是当年还是皇子的父皇亲手为母后种下的。父皇登基后，这棵梅花树便也从府上迁进坤宁宫，如今不过才过去数年，却早已是物是人非。碧桃姑姑在这时端着碗汤药从殿外走来，她瞧见我抹泪笑道，殿下你总算回来了。我看了一眼还在熟睡中的母后，示意碧桃姑姑不要说话，我将坤宁宫内的宫女都赶了出去，顺便将殿内的门轻轻掩上。我指着开得正茂盛的梅花树朝碧桃姑姑说道，姑姑将这梅花树砍了吧。碧桃姑姑闻言一愣，这梅花树开着正旺呢，为何要？我看了一眼金銮殿，闭上眼睛道，因为她碍眼。碧桃姑姑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她跟在母后身边多年，自是知道这棵梅花树的含义，与其留在这里让母后睹物思情，不如我当下就将它砍了。碧桃姑姑效率很高，不一会儿便换来了许多人，桃花树随着众人的努力一声闷响倒在雪地上，剩余的部分我让他们连根拔起，顺便将地下挖出大坑。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要的东西，记载了穿越女回家的秘籍。我将泛黄的秘籍简单擦拭后揣入怀中，姑姑吩咐下去，今日之事当守口如瓶。是，公主。剩余的人将残局收拾妥当，我指着顺手挖出来的女儿红搬进殿内吧。十一，女儿红是母后在我出生那年埋下的，她说等我想变成大人了便可以开启这坛女儿红，我想现在是时候可以喝了，因为我要走一条艰辛无比却又充满挑战的路。母后说的对，谁说女子不如男，淑贵妃不是觉得我是一介公主不足为虑吗？那正好适合让我养精蓄锐，来日狠狠咬上她几口。看着泛黄的秘籍，我心下有了决断。秘籍里记载，穿越女后带的心头屑可滋养穿越女身体，维持生命。我一个人躲在角落喝着女儿红，掏出母后送我的匕首对准心脏，鲜红的血流入碗中，我咬牙坚持将血递给碧桃姑姑，切记将这血混入母后的汤药中，另外不要让母后知晓。剩余的话我没有说完便晕了过去，再睁眼母后替我擦去额角的汗液，她脸色不太好。母后，母后看了我一眼叹气道，你还是找到了她。母后，我只是……母后打断了我的话，她目光坚定看向我，她说，雪华想不想成为女帝？她声音清冷却又带着坚定，我想她没有开玩笑。想起往日母后让我读兵书懂谋略，带我出访民间体察民情，让大将军之女作为我的伴读，一个想法在我脑海中不断扩大，我目光如炬，想，我想站在权力的巅峰，保护一切我想保护的人。而秘籍里也说了，成为女帝后的气运外加心头血才能开启意识的门，也只有这样我才方可送母后回家。母后欣慰地笑了，随即轻咳一声，暗示走出一名清瘦男子，他一袭白袍，面容温和，眼角下有颗泪痣显得蛊惑人心。我震惊地看向母后，那人竟是两年前死去的国师穆青也。母后面容平静，柔声道，金蝉脱壳，难怪当年国师从容淡定，原来是早有退路，有穆青也相助外加我的心头血，母后的身体逐渐康健，我们开始了漫长的谋划。十二，父皇得知母后失忆后便开始慌了，他时常一下朝便来坤宁宫陪母后聊天，试图唤起母后的记忆，可都无济于事。渐渐的，他不再执着于让母后想起过去，他开始重新将宠爱给了母后。所有人都知道坤宁宫的那位主又得了恩宠，见风使舵的人又开始说着皇后的好话，母后借着恩宠大肆笼络人心，
暗地里为朝堂送去了不少官员，被贬的女官接连官复原职，有的比以往爬得更高了。母后告诉我，权力只有把握在自己手中才是硬道理，所以母后在各大宫中都安排了眼线，还在郊外屯有私兵以备不时之需。盐铁局、茶商里大部分也都是母后的人，而穆青也负责在民间替我暗中造势。当今明月公主身负一国命脉，肩负天下苍生重任，是天降神女，而民间百姓也在蜀州大旱。我祈福求雨成功后相信这个谎言，他们在民间自发歌颂我的丰功伟绩。神女背后的真相其实是穆青也夜观天象，推演出蜀州久旱逢甘霖，让我选在那几日祈福求雨。再加上蜀州离京都的远，消息有滞后性，来混淆视听，三人成虎，说的人多便也就信了。而身为真龙天子的父皇，比任何人都相信这个，为此父皇对我日渐器重，开始让我入朝摄政，而我自幼跟在母后身边，耳目渲染，在朝堂亦能游刃有余，如今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十三，父皇今日下朝后照旧来了坤宁宫探望母后，而我此时特意选在坤宁宫外操练红缨枪，一招一式皆暗藏杀机，长枪破风灵力十足，将树震得颤抖。父皇见之喝彩，好，有你母后当年的模样。说起来，母后当年也是凭借这把红缨枪，单枪匹马挑落敌军首级，从而救下父皇呢。既是故人之子，难免会有几分故人之姿，父皇怀旧的心思怕是更重了吧。我将红缨枪收起，朝父皇行礼，见过父皇。父皇将我拉至一旁，你母后今日可有想起朕？我摇了摇头，未曾。父皇眼眶微红，摸了摸我的头，踏入殿内。我垂眸敛下眼中的憎恶，将手中的红缨枪交由一旁的宫女。我随父皇一同踏入坤宁宫，便见母后靠在窗前，任由姑姑替她梳理着那秀丽的青丝。母后生得极美，身体日渐康复后，容色比以往更加娇艳。父皇眼中是藏不住的惊艳，他上前接过姑姑手中的木梳，替母后梳理头发。看似恩爱的画面，实则两人各怀鬼胎。父皇本来打算留在坤宁宫用膳，淑贵妃在这时又寻了个腹痛的借口将父皇换走了，真是可笑。淑贵妃还以为母后是想争宠，殊不知母后要的可是父皇的命呢。十四，如今宫中仅母后与淑贵妃两人，母后乃一国皇后，为人心地善良，宫中不少人都曾受过母后恩惠，而淑贵妃恃宠而骄，仗着腹中胎儿在宫中横行霸道，肆意打骂宫女。如今一来，不少宫女暗中投靠母后，而淑贵妃还沉迷在母凭子贵的幻想中。淑贵妃今日刚得了父皇赏赐的夜明珠，便趾高气扬来了坤宁宫，试图耀武扬威。母后躺在榻上，漫不经心看了她一眼，听说你是小三上位？淑贵妃瞬间被激怒，冲上前便将母后推倒在地，冷笑道：“你果然是装失忆。”然而她这一推，母后顺手将袖中暗藏的小刀转交到她手中。我算准时机，带着父皇踏入坤宁宫，便见母后倒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这一幕落在父皇眼中，变成了淑贵妃擅妒谋杀当朝皇后。我立马扑上前，抱着母后放声大哭：“母后，你怎么了？你醒醒啊！是谁竟对你下如此毒手？”淑贵妃显然没有想到母后竟也学会她的栽赃陷害那一招，她脸色苍白，将手中短刀甩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臣妾冤枉啊！是姐姐她自己动的手，企图栽赃陷害。”就在这时，她身旁的小宫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大喊着：“陛下，奴婢要告发淑贵妃蓄意谋害皇后。”淑贵妃气急败坏，猛地扇小宫女一巴掌：“贱婢，你莫要胡说八道！”小宫女捂着脸悲愤道：“陛下若不信，奴婢便只能以死证明奴婢所说的都是真的。”她话音刚落，便猛地想要撞墙而死，幸好被父皇身边的侍卫出手救下。淑贵妃显然是被吓懵了，她口中嚷嚷着：“陛下，这一切都是他们联手陷害臣妾。太医妙手回春将母后救了回来，母后醒过来后便哭得我见犹怜，我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母后本就生得貌美，一颦一笑皆勾魂摄魄，如今垂眸含泪令父皇心生怜爱。”父皇面色阴沉，手一挥怒道：“来人，将淑贵妃打入冷宫。”十五，淑贵妃被吓坏了，眼见形势不对，她吃下了这个哑巴亏，随即跪地磕头求饶：“陛下，臣妾腹中可是有皇儿，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臣妾再也不敢了。”父皇子嗣元薄，极其看重淑贵妃腹中的胎儿，他犹豫再三，还是改口将淑贵妃幽进梅园居安心养胎。淑贵妃受了惊吓，回去后便见红了，她开始躲在自己宫中安心养胎，不敢再来招惹母后。她以为待在自己宫里便是高枕无忧，只待明年诞下皇儿便可以水涨船高，殊不知她往日嚣张跋扈、肆意残害殿内宫女的行为早已引起众怒。在她孕六月时，一个被她割去舌头的宫女在她每日必喝的安胎药里加入藏红花所泡过的水，等到母后得知消息赶到梅园居时，淑贵妃身下早已是大片血迹，她六神无主，哭得撕心裂肺，紧紧拽着母后的裙摆哭喊着：“救我，救本宫的皇儿！”那一夜梅园居灯火通明，一盆盆血水从房间端出，太医们从黄昏忙至晨曦，依旧未能保住淑贵妃腹中胎儿。淑贵妃元气重创后变得萎靡不振，父皇本就对她生了厌，得知她流产后便将她打发去了冷宫，后来人人都说冷宫住着一个疯婆子，逢人便问：“你见到陛下了吗？他怎么还不来看他的皇儿？”十六，父皇与母后感情日渐和缓，民间又开始流传着帝后恩爱、公主孝顺。就在父皇以为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坤宁宫走水了。父皇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一路跌跌撞撞从御书房赶至坤宁宫，入目是熊熊烈火，四周惊恐的尖叫声此起彼伏。父皇神色慌张，每看见一人便急迫地问道：“你见到朕的皇后了吗？”
众人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父皇脸色一变，便要冲进火里，可火势太大了，他又退却了。如此看来，所谓的帝后恩爱也不过是哄骗世人的笑话罢了。我撕心裂肺朝父皇大喊着，父皇，母后还在殿内。我朝父皇跑去，步伐又大又快，趁四周无人察觉，便将父皇猛地一推，父皇一阵踉跄，跌进被火焰包围的坤宁宫。此时恰好一根横梁倒下，压在他身上，里面传来他被烧灼的惊恐惨叫声。我此时瘫软在地，颤抖着声音说道，快救火，快救火。等到坤宁宫的火势控制住时，父皇竟还存有一口气，他双目怒睁，眼神愤怒地盯着我看。可惜啊，大火的浓烟熏哑了他的嗓子。十七，我命人将父皇抬至御书房，平退众人后，言笑晏晏地牵起父皇那烧得离飞的右手，帮助他握住那枚玉玺，在早已拟定好的遗址上面盖上了章，随即一脸温顺地看着父皇，温柔道，父皇，你可要吊着口气来瞧瞧臣明日的登基大典啊。父皇面容尽毁，费劲地扯动着面上的肌肉。我嫌弃地松开他的手，拿出帕子将手擦得仔仔细细。父亲说不出话，只会咿咿呀呀半天。我将遗照收好，指着金銮殿的方向笑道，父皇是不是想问母后在哪？在那呢。父皇很快意识到坤宁宫走水不过是我们名正言顺夺权的借口罢了，他气得两眼上翻，晕了过去。可我不会这么快放过他，我用一盆冷盐水将他泼醒。他惊恐地看着我，手持红缨枪，将枪头划向他的腹部，随即用力狠狠捅了进去。父皇被捆住手脚，将身子扭成麻花，口中只能发出呜呜声响。他的眼神充斥着怒火，夹带着恐惧。父皇，原来你也会怕呀，是不是很疼啊？当初你怕母后功高盖主，生下皇儿将你取而代之，便私下安排黑衣人杀害母后腹中胎儿，那时你可有想过母后会不会疼？就你这样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人，根本不配为人父，为人夫更不配为这一国之君。父皇腹部鲜血不断往外渗出，他放弃挣扎，躺在地上面如死灰。而我永远都忘不了，母后浑身是血躺在父皇怀中奄奄一息时，父皇那个惺惺作态的表情。世人皆知帝后情深，母后为救父皇不幸痛失孩子，无人知晓本就是这帝王毒害妻儿，却不愿背负骂名的好手段。如今世人也只会知晓帝后恩爱，父皇为救母后葬身火海。十八，我用千年人参吊着父皇的命，将他藏在金銮殿后面的密室，让他亲眼看着他的大臣们对我俯首称臣，而无一人猜忌他的死亡是否有蹊跷。毕竟这天下可是无人不知父皇为了母后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如今父皇本就仅有我一个孩子，民间又早已流传我身负一国命脉，是天降神女，朝中大臣不少早已归顺于我，剩余的冠是会顺势而为的。如今遗诏在手，我最终顺利登基上位，而父皇也在目睹我登基上位后吐出一口鲜血，而后彻底断气。十九，母后，你看，儿臣做到了。母后如今已经完全不记得我了，她时常问我，你可以帮助我回家吗？我想回家。母后，我能，我不仅能将你送回家，也能实现你心中的盛世朝代。我称帝的第二日，在穆青野的帮助下，成功开启了议事的通道。我见到了母后口中一直所说的那个朝代，我见到了车水马龙的城市，也见到了母后口中一直所说的男女平等，更见到许多翱翔天空的鹰。原来母后在的那个朝代是如此美好。母后踏入那扇通往议事的门时，突然扭过头看向我，她说，谢谢你。穆青也扶着她渐渐消失在我眼前，我忍不住也想要穿透那扇门，却发现我进不去。难怪当年母后回不了家，原来是多了个我。穆青也说过，等母后回到自己朝代时，便会忘却在这发生的一切。没关系，我会一直记住母后的。我曾经以为穆青也是想骗取我的信任，暗中陷害我与母后，不成想穆青也却说，我本就是为你母后而来。他说母后当年是在考古途中不慎穿到这里，而他在母后失踪后费尽心思也跟着穿了过来，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只是想带母后回家。二十，登基前我去冷宫看了淑贵妃，她一副疯疯癫癫神情，见到我便问，你见到陛下了吗？他怎么还不来看我的皇儿？他装疯卖傻倒也挺像的，可惜他很快就不会装疯了。我抿唇微笑，你知道你腹中皇儿为何会死吗？淑贵妃恶狠狠盯着我，是你？我笑了，不是父皇。我告诉你为何父皇将你打入冷宫便从未来看过你，因为你腹中皇儿就是他下令迫害的呀。不，不可能，从你入宫便是父皇一早算计好的。父皇想要巩固皇权，却又不想背上骂名，他害怕母后功高盖主，便在他怀有身孕时安排了刺客这出戏码。母后失去了皇儿，也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时他便有了借口将你引进宫中，利用你牵制母后，让你们两个斗得两败俱伤。可惜你有身孕后三番四次恃宠而骄，你的母家也试图权倾朝野，这可是犯了父皇大忌，所以你腹中皇儿必须死。你看啊，这就是你一心想要抢夺的男人。淑贵妃口中嚷嚷着，不可能，陛下是爱我的，他说过我是令他最心动的女人，他说过会给我后位的。我摇了摇头，父皇若是爱你，便不会谋害你的皇儿，也不会在你没有利用价值时便将你一脚踢开。淑贵妃也许想通了，也许没想通，她面如死灰，一步步走向一旁的深井，随着扑通一声，她跳井自杀了。二十一，登基上位后，我虚心听取群臣谏言，兴办学院，解放思想，去除糟粕，重视民生，以民为本，国泰民安，死后长眠皇陵，流垂青史。二十二，后来我在皇陵沉睡了很久，忽然有一天我听到了很熟悉的声音，
他同旁人说道，这女帝与我长得挺像。我的灵魂被唤醒，在无尽的黑暗中睁开了眼睛，原来是母后和穆青野的考古队在研究我的木囊。